武汉肺炎肆虐，大家都尽量避免前往内地。但是朱晨丽早前就去了内地开工，不过为了防疫，她不用做嘢就会留在室内地方，还在微博留言说自己将会不聚会、不探亲、多饮水、勤洗手，敌不动我不动，避免受感染。但是孝顺的朱晨丽今年都有回去家乡苏州探亲，早前都有 po 同外公的合照，不过呢日佢就突然在微博 po 咗张捉住外婆手的相，仲留言话天使带走了外婆，自己会尝试习惯坚强，下一世都要做翻一家人，相信有一日在天堂会再见翻外婆。希望朱晨丽不要太伤心，早日平复心情，人在内地都要注意自己健康啊！